咁剩低架车啊？唔系你去医院稳阵啲啊 ，check 下。听我讲，将架车停埋一边，我冇事嘅。你上次唔系话化疗对你有效嘅咩？你话啲癌细胞已经受控。我冇谂住要长命百岁啊！就算化疗药对我冇效，都唔紧要。我预咗场仗咧，系我自己一个人打。但其实你谂紧乜嘢呢？你剩低嘅日子大把嘢可以做啊，点解一定要冒险去搵钱呢？如果唔系，不如你话俾我听啦，我应该做啲乜嘢啊？睇到啲书，定系四围搵医生，睇佢哋有冇办法医翻好我个 cancer？ 每个人都有佢哋自己嘅世界，我嘅世界咪就系嗰盘生意，喺嗰场游戏嗰度咯。唯一希望嘅就系从游戏完之前，张林同安乐可以揾到佢哋自己想要嘅嘢咯。大家有冇事啊？冇事，冇事。落车，一个钟头前，警方接报有市民发现通缉在逃的疑犯在元朗天光围出现，并进行拘捕行动，过程中多名警员受伤，最终将通缉犯杜飞逮捕。啱啱新闻报道话，杜飞被人拉咗。件事我啱啱先知道，你乜都唔使理噶啦，我会处理。林华哥，福田哥派我哋嚟接你，佢喺大红凤等紧你。咁麻烦晒大家啦。嚟咗啦！我特登开支酒揾埋你一齐饮啊！你唔记得咗啦？我呢个病话要养生啊！靓酒俾我饮，咪赚晒。系啦，咩事要开靓酒饮咁开心啊？乜你冇睇新闻咩？杜飞俾差佬拉咗啦，系咪值得饮啊？吓！咁咪好咯，既然杜飞件事搞掂咗啦，你可以跌埋心水，同老婆同三个女过台湾嗰边啦。头先睇完新闻，淑贤第一时间打去台湾俾我外父，叫佢帮我哋稳定楼啊。我讲咗噶啦，点都要预多间房俾你。自己知自己事啦，你留间房俾我，我都唔住得耐噶。系啦，你谂住几时过去啊？听
喂，揾到未啊？揾咁耐嘅？好快，好快。我就諗住將啲正行生意咧，全部賣曬佢。嗰啲偏門揾錢嗰啲咧，就繼續揾人睇住。你認為點啊？而家間公司得翻老鬼一個，乜仲有其他選擇咩啊？老鬼有名你嗌啊！佢老啦，佢邊有本事管住我盤生意啊？我諗過噶啦，還掂你都未死，俾翻你睇咯嚇。就算我肯幫你睇，睇到幾耐啫？我啲癌細胞好惡噶，已經上曬嚟呢度啦。我應承你，到咗嗰一日，就算我係通緝犯，我都會翻翻嚟幫你扶靈啊。好啊。到時實預翻個位俾你，講過算數啊！講佢咯，兩兄弟嚟噶嘛，我幾時候點過你啫？咁你咧？你有冇呃過我？飲大咗啦你！阿大啊，揾到啦！嗯。我叔催你翻屋企啦，得啦得啦，今日啊都差唔多噶啦，俾啲嘢你睇下。我当你兄弟，你当我契弟，边个口口声声话唔知道杜飞喺边啊？你病埋咗咯！你个心谂紧乜嘢？我话俾你知，佢而家屈我谋杀啦！你企喺佢嗰边。你话杜飞揸住条录音嚟要挟你买空内容，证据咧？你有证据嘅话，就算你唔出手。我會親手抌阿杜飛落街啊！我係冇證據，我係斷估，咁又點啊？以前你咧，大家都係斷估嘅啫嘛，真係攞證據出嚟，我哋兩個一早俾人打咗靶啦嘛！你而家睇緊 TVB USA 官方頻道，唔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，就快啲 subscribe 啦！